生意不好的时候，反而我今年又多投了将近1亿的来投资在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叫转型升级嘛，就技改嘛，技术改造这一块，反正我还投下去。我们有一句话叫未雨绸缪，因为我还是看好明年吧。那转型升级啊，机器换工啊，这些我们一直都在做，包括我们的产品开发，这些我们都在做。我们中国年年做的这个数量还不足以满足全球，因为泳装每年全球的泳装每年都在增长，一带一路这块后期的需求也当然也会在增加。我们第一次来试试做服装，现在一年比一年，我们做超频、花盆、钢铁，我们来试试出口到伊拉克。我们的公司差不多有13个公司，差不多有1500个代理卖我们的货。我今天现在想请很多老外来中国开做生意，送中国并从出口到这个我们的阿拉伯国家。